然有点 trouble 带到音乐版，不是歌唱版，不过呢大家还是很积极把它完成，所以再一次给他的精神鼓励。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高雄市河畔的景文高中的老师和同学，我们一起请他来台上来，欢迎景文高中的朱主任及我们的陈老师，所有的七位同学掌声鼓励。今天他们精彩演得赞不赞啊？请到我们景文高中，从来监狱到现在呢，一般都是邀请大学生啊，所以我今年呢破例的请到高中生来这边表演，没有想到他们表演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哦，真的让我们呢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来，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朱主任在哪里？来，我们介绍我们的创会长朱宝贵，来，我们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创会长，谢谢。还有我们的那个陈老师在哪边？来这边跟我们的创会长，这所有的同学都是他带出来的。还有我们的理事长，来我们的理事长也跟我们认识一下，朱主任。好，还有我们的陈老师。好，谢谢大家。今天呢很难得，我们请到了景文高中同学，我们说一个一个的，让我们介绍这几位同学好不好？然后一个一个介绍，麦克风传递。大家好，我是景文高中附设吴一成。常常跟他做这方面的牵他去，所有活动举办的都是我们陈老师、教务处陈老师一起规划出来，以及我们辛苦的同学。今天他们翻歌斗翻的好不好？好，赞不赞？是。来，给他鼓励。高二的同学，哇，太赞了！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出。今天呢？今天呢，也请哦，对，还有我们的身障朋友曾老师也到台上来，哇，漏掉了一位，真不好意思。好，我们直接到台上来欢迎他。今天两位身障朋友，一位是视障，一位是智障，不过呢，他的爱的分享讲得好不好啊？从小到大，他拿了不少证照、学业证书，我也请他给我们做简单的致辞来。大家好，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地方。那我又面临到另外一个人生旅程的尝试，那么也希望在座的同学，往后有机会，我也希望你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社会上好好的奋发向上。谢谢你们。都有马到段落，也谢谢我们台北市的景文高中的同学呢，以及所有的老师陪伴他们来，以及文快乐爱心工队发展协会，甚至也辛苦我们从去年呢就跟景文高中接洽到现在点点滴滴将近有半年的时间呢，企划案写到这边来，也谢谢我们所内的监所呢，能让我们有机会让高中生能够破例来到这边表演，所以最后我们请到了。